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Ultimate in Endgam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啦。我们呢上一集啊、哦、成功生出了这一只啊阿板的宝宝、哦，哎，现在满身是血啊、哦，哎，我都没有给他吃东西哦，哎，看起来有点悲惨啊，帮他补血一下好了，补一下。好，我们上一集呢，好、哦、孵化了这一只啊阿板的南方巨兽龙哦。哎、欸，80%像他老母亲啊，哎、欸，只有这个肚皮跟这个脖子的部分呢，像他老爸。哦，后来呢，有稍微交叉比对一下、哦，我发现他背上的纹路呢，哦，跟这个他老妈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我还以为上面会掺杂一些他老爸的一些基因哦，就发现后来没有，完完全全就是他老妈。哎、欸，看来是一个比较像老妈的南方巨兽龙啊。哦，那这一只的话。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看他说他的能力到底跟原版的差在哪里、欸，哎，应该是你看移动速度变220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跑到移动速度吧。对啊，然后呢这边是写26嘛，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了，这是26，这是7嘛，我们去看一下前面老爸跟老妈的初始数值就知道了啊，到底有没有比较高啊？2620，哇，这个是20，哎、欸，这样所以说，他这个移动速度是像他妈，然后呢，哦，攻击力像他爸，是这样子吗？好吧，不管了，无所谓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这就是我们南方巨兽龙宝宝生出来变这个样子哦。哎，暂时给他放到一边去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咧？啊，老头哦，有点想要开始盖一下周围的建设的哦。哎，就是攸关我们这个赤面龙的部分哦。我们赤面龙呢，目前是哨塔模式嘛，对不对？它会帮忙射这个周围的一些恐龙。那有时候呢，它会出现一种状况哦。这个状况就是呢，因为它哨塔模式，它没办法移动。那它被三角龙攻击啊，又或者是一些突击性比较强的恐龙攻击啊，都会被推挤哦，会造成本来站在这个的位置哦，没过多久直接贴在石头上面了。然后呢，又不吭不响，啊，逆来顺受，哎，也不会说一下，老头救命啊，我被困在石头缝里面，我没办法瞄准其他的恐龙了，也不会，就默默的承受这样子，啊，于是他就默默的承受，哦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哦，待会呢，应该会盖两座，啊，像哨塔的一个部分吧，就是这个这边跟另外一边呢，应该会盖一个哨塔。然后让那个两只赤面龙各站一边哦，哎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就不会有被推的这个问题在了。哦，那这个高度这么高，它应该可以射更远吧？我是不晓得啦，没有实际测试过。那另外一只啊、第三只的话呢，我应该就放室内了吧？反正啊，每一只攻击都强到不可思议，射下去1000多滴啊，两只我觉得应该绰绰有余了，好不好 ？OK 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直接马上开始盖哦。好，我已经差不多想好要怎么盖了。OK， 花了一点时间哦，终于把它给盖起来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就看起来还好啦，啊，随便盖一盖。然后呢，这边没办法，这边边边角角这个没有办法哦，所以说暂时就是先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侧面的部分其实是可以把它补齐啦，我来补齐一下好了。我来把这个侧面补一补，我记得我好像有左边跟右边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侧面补齐就可以把我们赤面龙放上去了。啊，这应该是切这，不对，这切这，然后这个是切这个，左边跟右边这样子，再来是这个 ，OK， 完美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应该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它们带到上面去。
哎，让他们站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就不会被推挤了。啊，不知道这样子作用大不大啦，哎，只是想说试试看而已，好不好？这样够完美了吧？两边各一只啊，这只放里面。OK， 终于完成了，太好了，花了我不少时间啊。OK， 把东西全部丢进去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？啊，老头接下来呢要去抓一只啊，我们封面已经告诉你的那一只，哪一只嘞？我们的泰坦三角龙哦。哎，奇怪，方舟为什么会有泰坦三角龙呢？啊，因为老头装模组啊。哎，最近在这个工作坊首页里面呢，啊，推出的一只新的模组哦，哎，叫做什么极限物种，方舟极限物种。然后呢，这边就会有泰坦三角龙，装了之后就生出来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总共有三只啊。那老头呢是打算呢去捕捉，然后呢，并且一样生出一只宝宝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泰坦宝宝应该生出来会跟三角龙一样大哦。哦，我们快要到了哦，这只泰坦三角龙，哎呦，哇，怎么远远看就觉得很大只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让我猜 ，KO 驯服没有错，实在是太棒了。可是他要吃的果实也太多了吧？没关系啊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有我们的秘密武器，这我就不多说了吧。啊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太大只了吧？你看我在他旁边什么样子啊？哇，然后他的血量就有120,000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欸欸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哎呦，我这只老鹰是不是没什么攻击力啊？我都忘记我这只是哪一只嘞、欸。顶个攻击力，干嘛干嘛干嘛？还不够去死？跑什么？敢来招惹我就要付出代价，知道吗？通通拿去做基金了。哎、欸，按错了。这个真烦哎、欸！我觉得装泰克有好有坏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想要右键看个东西而已，我就在那边啊 ，one punch， 有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知道他还有没有反应啊？有哎、欸！哇，这个麻醉好高哦，这个是96,000吗？96,000的麻醉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？他动作好慢哦！哎、欸，他被卡住了，怎样啊？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不就泰坦三角龙好厉害啊！你看逃跑了，你只不过只是身体比较大只而已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好吗？你看在跑了，哎呀，在跑了，在跑了，来呀、啊，要掉下去了、欸，怎样？怎么了？以为躲在这里我就看不到你吗？对不起，我错。要修哦，那你在听啊？怎么痛啊？啊！我的装备坏掉了，还好他卡住啊！哇，我泰克装全曝光，这样子不优啊，这样子好痛哦！跟真不愧是泰坦啊，我小看你，我小看你啊！还好你冲不过来，你冲过来我就完蛋了我。哎呦，差点归西啊！没想到他的破坏力如此的惊人，真的是吓死我了！你不要掉下去呢！你不要掉下去！你这个傻，他真的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他没掉下去，哎、欸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倒在空中有点好笑。哎、欸，麻醉退超快的，啊、这个55个紫色果实我有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我是有蓝果啦，蓝果要83是不是？你知道这时候要叫谁来吗？这时候叫我们的镰刀哥哥，哎、欸，是镰刀哥哥啊，镰刀姐姐，给我你的紫色果实，谢谢。拿去，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切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哦，他的麻醉掉的速度跟那个谁南方有的比啊。真的是跟南方有的比啊！
扒个两三下，补一枪给你，有了吧？哦，好久、哦，好久、哦，但是行得通啦、啊，哎、欸，照这个速度是行得通的、啊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终于起来了，等了超久的，等到我都忘记要录影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，我记得他有安哦，还是他不用安？这家伙要安才能上去啊。哎，他的安是什么 ？T 开头的吗？不是，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。TITA， 这个是泰坦吉贝龙啊。这泰坦吉贝龙我们可以下一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用那么急。铁匠台座、哦，为什么有两个金属锭啊？这在写什么东西啊？那你就直接标个2300不就好了？这是在哈喽吗？怎么那么好笑啊？算了。我们的泰坦的三角龙先回去啊，我们先收工，回家回家。哎，结果他根本不在铁匠台啊，他明明就在我的身上，在那边演哪一出啊？他根本就不在铁匠台，那个乱飙一通，我还差兽皮啊，兽皮找谁？你身上有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镰刀龙身上有。哎，我们又要有劳镰刀龙了，选那个名字最长的就是了。对，你身上有，哎，太好笑了吧？那标记都乱标，然后还附两个铁的选项。哎，我干嘛要去铁匠台？啊，自己身上就可以做了。马上又在那边，哎，啊哥哥啊，啊你不能做，这是在玩什么？哇，这个模子好棒啊！好像才刚上没多久，问题就有了。哎，好吧，我去网络上找他的指令撸一下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OK， 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他的安了，千辛万苦，我的天啊，啥鬼啊？把他给召唤出来吧，太可怕了，这么大一只，我们去找外面野外三角龙来看一下。啊，去找野外三角龙。我还自带平台安呢，死给拿！左键攻击，右键，哇塞，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舒服啊。C 键，好 ，C 键就叫了一下，这样。Ctrl X，Ctrl X，Auto 没有，他就只有左键、右键跟 C 键，他右键的那个。攻击还蛮帅的，再次，唰！有看到前面有一只碳龟了，有没有？给它撞下去就对。等一下，这边有啊，可爱的嘟嘟鸟，还有那个太远了打不到，算了，被我踩死了 ，sorry。嘟嘟鸟，哎呦，2303。攻击力有够恐怖的啊！难怪我刚刚被撸一下我就爆装了，这攻击力实在太可怕了吧！不过这移动的成长倍率好慢哦。对啊，那个移动成长倍率好慢。喂，你看前面的三角龙跟我的三角龙有没有差很多？你看差超多的、欸，哇塞！真的有够大只，这真的有够大只，那个跟南方有的比了吧？不过我觉得这一只跟南方打，我觉得南方会赢诶、欸。光是一记流血伤害，泰坦巨龙、泰坦三角龙就撑不住吧？哇，好爽哦！还那个震动，动下去超舒服的，真的挺舒服的，哇！哎、欸，但就走得慢就是了。再来一记，再来一记，左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打到这一次？那你 ，kiss 了。哎、欸，点高攻击力抽下去有9000多，你们也去死吧。哎、欸，这个抽下去有9000多、欸，哎，感觉打南方好像还是可以啊。攻击力点高就好了。
我啥没体力了。我们接下来来给他搞一下交配好了，把交配搞一搞，来个允许交配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巡逻。哎、欸，停止，停停停停停停。哎、欸，不要乱跑乱跑，按错了。好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啊，不是允许交配了吗？那你？哎、欸，不能生啊！不能生，这太令我失望了吧？居然不能生！哎呀，好难过啊！我的天啊！我以为他们可以交配呢，这个交配是骗人的吧？好吧，不能生，那就是真的只能放弃了。还想说可以生一只泰坦小宝宝，生出来结果跟三角龙一样大，有没有？那就帅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太可惜了吧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选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方舟生存进化再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